大家好，我是鲍春来。鲍春来，羽毛球运动员，世界冠军。尝到这种压力，别管我，继续去战斗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NH48 大型少女偶像团体。神奇魔法占据这舞台，不过只要有你在，结界就打开。好，我是林思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冯新朵。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。今天为大家带来我们新的一批万圣节之夜，然后一会儿也会表演这首歌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。今天呢，我觉得我最幸福，因为跟三位萌妹子一起同台演出，真的是导演在哪？我感谢你啊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觉得我们几个人站在一起，这个身高差很感动？是吗？感动的想哭啊！其实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最萌身高差吗？是的。我还以为是美女跟野兽。天哪，这个身高差！那鲍春来哥哥，你有多高？我有188。八八。哇。那你觉得我们有多高？我目测一下。大概1.8米左右吧。啊，我也觉得差不多1.8米吧。要刚刚跟那个鲍春来哥哥参加了全员加速中，然后不愧是世界冠军，在里面的表现可圈可点。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不过参加完这个节目，我才知道还是打羽毛球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对了，我听说今天那个我们都爱笑这个节目不比全员加速中要容易。哦。所以我决定由我们三位来保护你。对，你们三位，对，能行吗？当然，我们都爱笑，我们来举